发明人诺顿坎贝尔，发明项目点到为止。点到为止！救我！救我！救我！别蹦！啊！别蹦！啊！别蹦！哎！别蹦！哎！哎！别蹦！哎呀！急了！急了！急了！他急了！开始。躲猫猫，要上去的话，我们就下去。期待不被找到。他找过的地方，他不可能找第二遍。普通的提醒，头晕是正常的。我现在就抓你，等我啊！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洞？你不是应该钻这个洞吗？对吧？你钻这个洞，我就成功反钻了。你为什么要打这个洞啊，博士？我现在就抓你，等我。2000 years later. 1 eternity later. 好刺激啊，后来。So much later that the old narrator got tired of waiting and they had to hire a new one. 真的很刺激哦，后来。我走了哈，别走啊。奥飞。投降了。哦，牛仔，你真的可以把我放上去。对对对对对，他可能有可能挂不上的啊。不过椅子太近了，再来一波。爷爷，小朋友，拐到爷爷这儿来。你是我爷爷。爷爷！你别给多了。我去，这个马孩你爱了吗？看得远，你爱上这个马孩没有？没有那一片树叶，没有那一个飞轮，看得远绝对飞。那雪线也太高了，我帮你在身后扛蜡，你直接走，走高墙。你妈，谁看得见去啊？我真的马孩从头付出到尾就被卖了。佣兵，你满血不来救我吗？哎，佣兵，哇，看他远。
会被传送的呀！哇哇，这两个人开完点击，头也不回的跑了。勘探员，你记得那个飞轮，输液飞轮过来救你的马孩吗？勘探员，你记不记得，曾经有一个交了输液，交了飞轮过来救你的马孩，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屁股到正事了，兄弟们，我走了哈。呜呼呼，打回来了！哇，好帅的呼！佣兵变阴兵，老火，我靠，老火，你真的，真的干的老火，好好好，这个恐惧震慑送给大家。四个人，四个震慑，你的肛门比较松弛，但是你的痔疮呢又弥补了这一部分。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，发明人主播柏林，发明项目499的鸟，来自 B 站的柏林，被速散之魂耽误的 S 牌涅西， S 牌时空之影， S 牌先知， S 牌守夜人， S 牌歌剧， S 牌隐士，在他不玩速散的时候他是最强的，大家快来给他点个关注。我打中了还行，想把这个球捡回去。OK， 给你们看一下，速散之魂的大招，失魂落魄。